啊，但这么一个豪宅计划的礼包，参考一下。那像这里面就有所谓的这个建筑工具箱啦，你交付图纸在这里啊。所以我们今天重点可能是这个。哎呦，我没有要录啦。物资跟军火怎么办？怎么可能不够啊？我买错了，我直接花400金条买看看。也还是不够哎，好了，我去慢慢弄了。什么？哎，所以我加入一个繁中的工会啊。哎，最近好像都在讲这个东西。哎，我用到什么了？什么？他说物资跟什么？军火。物资是红色的，军火是有一种灰色的。等一下哦，想一下要讲什么？哎，还是我们继续把碎片讲一讲。不然就那个聊天气氛也讲一讲。哎，我们的那个音站已经在讲那个，对啊，已经讲初级的装备了耶，这要不要也顺便一下？我是觉得应该也是可以的。因为等级还没上去嘛。2C 条件是什么？对啊，也就是拉布啊。5.26，哇，沙漠地带还在给我出征呢，我觉得他人不见了。点点点。你太无言了吧？好，这些道具有空都参考一下啊，像是我们的什么南瓜派对，其实我也有了哦。我怎么去兑换券呢？都给你们看。然后甚至一些箱子，这个可能比较少见啊。